人生高过五十岁，还去做在这个追求梦想。可以本是屏东店的高雄闽南人刘水龙，去年认证以前，因为闲暇多的时间来看三个月。虽然图书馆下读的是民俗课本好教，不过为读外部，慢慢才开始创作的唔少。短短的一年就开了460个个月，希望突破创作年龄的限制，安尼人生会过到闲暇快乐。虽然观察台湾商业这么大，不过刘水龙觉得一定用心，连神风上如汤姆。不是半点钟，苏风沙条天天关注一箱的用的。去年五十岁，让落神来观察贵的刘水龙，其实靠山脉，古木拉白蔬菜，对钱贵七家梦想。因为开传统店铺，嗰度马铃薯，啊，爱就拿马铃薯，因为也皮成沙条，要冲会冲用的，爱就。切一半，啊，用美工刀去练安尼小动物啊，也个也个古叶吼，也个古叶神韵。所以爱讲第个，一整个时间爱汤姆熟个哦，几啊包了个马铃薯在做练习。明日先提点土上马铃薯，大半夜学到个功夫来练杀掉。伊讲，伊个个超过10点钟，一年最少个有400粒杀掉，系伊真难得的经验。唔过，想同沙条切出贵嘢，还要梦顿沙条更香。除了视觉上去感受它以外，啊，手去触摸它，然后去感受它与生俱来的特有的纹路、特有的质感。啊，那个过程应该比较像是说心灵交汇，而不是说我去跟他讲话，他也不会理我。好，啊，那就是说心灵的交汇啊，他让我有。怎样子的感受，然后隔天我再下刀。大概五个甘肃用心同沙条交流，有心人借流水量，体验成50岁以后落成另一摊沙条创作。一下看到被米泽无穷样的古叶，就像是朝一年年汉字创作，以为更丰富的生命。下个新闻整份自高雄报道。